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。中秋节是烘焙业的大日子，麦当公是生意上好的大月。不过今年因为这景气无好，所以订单减少真多。伊就照顾听众众家为主的社会爱心烘焙处，今年的订单是比起去年减少三分之一。最近台塑六轻的庆宝社福基金会也做回来响应卖月饼，希望说有抛砖引玉的效果，也呼吁企业可以做回来做爱心。用手语来表达对企业人工月饼的感谢，在强调料好食材、社会爱心烘焙屋，今年受到景气不好，在中秋节的月饼订单是比去年减三分之一，还不到去年的量啊，今年还没有到去年的量啊，差了多少？差了差不多三分之一。今年真的是景气不是很好，希望那个订单能够增加啊，其他的厂商能够踊跃订购。看到这照顾天气从朋友为主的烘焙屋为着订单来烦恼，台塑六轻所成立的庆福社福基金会也特别前来购买，希望大家可以做回来做爱心。生辉本身对弱势的照顾这一种心意，跟台塑企业还有这个庆保基金呢，这个就是说想法可以说都是一模一样。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活动能够带动我们社会大家共同来关怀，借着这个小小的这个活动，那能够带动大家共同来关怀这一些弱势团体。中秋这个订单议题是社会爱心烘焙屋的主要经济来源，今年烘焙屋也做出新口味的月饼，希望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。协进会理事长蔡丽华表示，因无钱会当拍广告，只会当用上好的品质来吸引大家购买意愿。因为有新的产品，就是金枣酥。那金枣因为蛋黄酥里面都包黑咸蛋仁，有的人不喜欢吃那么多的咸蛋黄，所以我们今年有新的产品，就是金枣酥。金枣酥内底就是包一个哈，用蜂蜜味的金枣安尼。好的产品刷无销售通路，一直是社会爱心烘焙屋无法度解决的代志。现在在企业的协助下，嘛希望大家会当多多来购买这款天气从囡仔用心制作的产品。记者王真心，长报道。